为我们点了一次我们那个一小时的车程，我们放在最后，再唱一遍好了。先来唱一下其他首歌。有，现在那个中间位置快坐满了，大家还不赶快来卡位。我们家后面也有非常厉害的表演乐团哦。对，后面刚好有他们的牌子，顺便介绍一下。好，大家应该想要听比较轻快的歌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发现今天也蛮适合唱台语歌的，我们要来唱几首台语歌。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最近很红的那个叫什么《模范计程车》？我们要来唱每次活动必唱的一首《运转人生》。